感觉这边很重要，结果他竟然没有配音，是不是该我又帮他配一下？刘神，上播我爹摇影的这件事，我一定会让你亲口说出真相的。哼，白费唇舌。诸葛卫 ，OK。刘神，圆润，第一，敌视方胜。既应其风，以迂回以尽之。一开始就知道黄龙，对方是绝对不会开口的，不开口就不会有破绽。所以首要之务就是让他多说话，研读彼此。好，开始吧。刘神，你今年贵庚？63。就这样。就这样。等等，正常来说，女子不是应该……哼，都这把年纪，早就不是秘密了。诸葛也该不会说这把女生都要说是18、63，推起生辰倒是和娘差不多。神印象，什么鬼？哼。总之，记下来吧。刘神，你怎么了？气氛突然僵了起来。你这小子怎么那么缺德？缺德？诸葛大哥，我想长空村应该没有人不知道，刘神没有出嫁啊。啊，什么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虽然听林姐你说你不喜欢八卦，没想到却那么无知。无知？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？当然有。我觉得这个推论有点怪怪的。娘30多岁就成婚已经很晚了，就刘婶63岁还未出嫁，怎么想都不寻常，会吗？会吗？直觉告诉我啊，原来是靠直觉啊！我现在依靠直觉，哎，不管了，先记下来吧。看你爹在天之灵都要哭哭哦，哭哭，阿宇，哭就哭，为何要叠字？难道有什么生意？我认为没有生意哦。还有诸葛大哥，请你振作。哦，要从别的话题对不对？哦，还有，我倒是很好奇，你们对爹的了解究竟有多少？我妈，你说呢？我其实不是很清楚。哼，不过是个狂人罢了。什么事情都要争辩论理，每天不是电钩，就是刁刀速速的、絮絮的。他那些字画，自命清高，不把旁人放在眼里，这种人，我完全没办法反驳。爹只要认真起来，就会给人家这种印象。只是这刘婶会不会对爹的事情太过了解了呢？
刘婶，不知你年轻的时候是个怎样的人？长空西施，他该不会暗恋诸葛卫吧？哦，美人是吗？美不美，我暂时不予置评。但这件事明显与另一样消息有所矛盾。啊？将与刘婶年轻时是美人的这件事情有矛盾的消息指出来吧。若刘婶年轻时村中美人属实的话，那应该有许多人前来提亲才对。就算眼光再高，也不至于找不到人家。也许是在场有人说谎，但无论张婆还是阿云，都没有将这件事情说谎的动机。所以刘婶至今未嫁，那还是有某些特殊的原因。刘婶没有否认，但却看不出有所动摇。哼，真是难缠的对手。这什么中二的台词啊，连我配音都快配不下去了。你不过是个乳臭未央的小子，你爹在你这个年纪早在江湖上立下万额。万额？但是你孩子是个名不经传的小鬼吧？被小瞧了吗？哼，树倒招风，要不是那个贱人，你娘现在就……嗯，刚才刘婶是不是讲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？他提到的那人会是谁呢？与娘又有什么关系？某位女子？争论第二，敌视稍减。盘论既备，以徐图以服之。阿云，诸葛大哥，不知阿林与你谈起我时都是怎么说的？这首配乐哈是《天边奇遇一》的时候有出现过的配乐。下次跟阿林碰面，必须郑重澄清这个说法才是。刘婶，前面的谈话让我大致理解一件事。只要推敲出你诋毁我爹诸葛卫的动机，便可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哼，替你招账，等我让村的理解他的所作所为都在沽名钓誉，你就是有十张嘴，有没有办法改变大家的想法？千里招张？难道你主张对我爹的谴责没有受到任何私人情感影响？那是自然，我与诸葛卫除了住在同一个村子以外，没有任何瓜葛，不会有针对他的理由。之所以知道这个人，也不过是他过世的几年前曾经打过照面而已。没有瓜葛，恐怕不是这样吧？哼，口说无凭。是吗？这件事情就足以说明，你与我爹并非普通村人关系。是吗？哦，诸葛卫的理解啊，对对对对。刘婶，从方才我就认为不大寻常。若你跟我爹仅是同村的点头之交，又怎么会对他的为人嗜好了如指掌呢？那种事情，只要是稍微接触过他的人，都知道吧？既然是他的兴趣，他肯定经常对人说：“对对对，我只在村里的茶户碰巧听到他高谈阔论而已。”仅此而已。诸葛大哥好像挺有道理的呢。哼，这是说不通的吧。阿云，不知你记不记得方才你曾这样说过。刘婶，你的说法里存在一个矛盾，这个矛盾是足以说明你与我爹并非只是泛泛之交，甚至可以推论你很早的时候就与我爹熟识了。哼，我可不记得我说过那样的话。方才刘婶提到爹什么事情都要争辩论，明天不是练功
就是叨叨叔叔的他的那些字话。哪样事情可以说明刘婶与爹很早之前认识人呢？一定不是一跟三啊。刘婶，若你并非与爹早就熟识，为何不说他教人练功，而是只说练功呢？爹在过世十余年，武功已的大成，所以那时只要是待在长空村，都在教导村民，鲜少自己练功。然而听你的意思，却像是看过他自己练功的模样，这就证明你在年轻之时便与我爹熟识，难道不是吗？你，刘准，这是真的吗？等等，此事若真如我所想，那么这件事情便有了某种可能。刘婶早与我爹熟识，哪件事情将会有不同的意义呢？不会是未嫁吧？他暗恋我爹？诸葛大哥，你想说的该不会是……不错，刘婶与爹从前恐怕是这种关系，兄妹关系。好了，不要乱闹。刘婶，你未嫁的原因，只怕是与爹有什么情感上的纠葛吧？虽然不知详细如何，不过我想，是爹的关系，是你错过一般女子嫁人的时候，因此上独身到如今。胡说一气，我与那个人才不可能有。就算刘婶与你爹都有过什么，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，为什么现在还刻意诋毁他？说的有理，诸葛大哥，事情自然不止如此。十几年来无法淡忘此事，便在村中四处造谣，背后驱使你的只怕并非只是遗憾，而是恨吧。恨，不错，恨，这个人便是你恨意的来源。沈一霞，刘婶，如我所料不错，你由于爹的关系而错过嫁人的时候，但到头来爹却与娘结了姻缘，你便无法接受而含恨在心，所以你一直在找报复的机会。然而爹在世之时深受村民爱戴，因此没有机会作梗，所以爹去世之后，村人逐渐淡忘他之时，你便开始散布爹的谣言，想要扰乱村民视听，这就是事情的真相，也就是你的动机。哎，伟哥，你可生得好像你的儿子啊。诸葛宇，方才你的推测只对了一半。不过已经够了，我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你吧。他刚刘婶还讲哭哭，快笑死了。为什么要眺望空景啊？这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那个是特别冷的冬天，我还记得那日清晨，不知怎地下起了大雪。爹爹让我把家门口的雪扫开，可无论怎么使劲，趁那棒子的积雪，却像石像，动也不动。我恼了，开始咒骂这些顽固的雪块，却没注意到屋顶上的积雪正朝我滑了下来。等听到声音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冻僵的双腿，甚至让我忘记还能跑这件事。在写文言文哦。然而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魁梧的身躯，为了我挡下滑落的积雪。姑娘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这就是我与爹的初遇。因为这件事情，
你祖父与你爹刚搬进村子之后，爹带着我登门道谢，几次来往，我今天对这个凡事都追根究底，对心怀大志的外地人产生了兴趣。完了，我不知道流程要怎么帮他配。我见到他们两个大男人，家事应付不来，便常到他们家中为他们打理大小杂事，好让你爹专心练功。有次，你爹练功走了岔气，呕了一口大血，恰逢你祖父外出数日，村子没人会武功，我慌得要命，够忍他直到深夜。据爹所言，他小时便父母双亡，还曾沿街乞讨过好一阵子，是祖父的机缘之下才收养了他。比起来，我还是幸福得多。那一刻起，我便在心里暗暗发誓，此生要一直陪伴着他。不过你爹确实不曾给我过任何承诺，一直将我看作妹妹看待。现在想想，估计那时他便知道江湖凶险，每趟出去都是生死难要，因此不想让我跟着他陪葬一辈子吧。就这么应该感情一点，但是我实在是不想配他的声音。反正就是有爱生恨。两年后，他离开村子闯荡江湖，我因为不会武功，跟着只是拖累，便只好留在村里。就如你所说，等他是我自愿，村子多少没人前来提亲，甚至开封的远道而来，我都用各种理由推掉了。为了他错过家人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怨他，跟他数年之后带着神印象回到村子，欢天喜地的成婚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唉，这怨恨不断没有随着时光消散，反而越来越深植于心，好似妙出口一般，所以我才会被蒙蔽了双眼，相信了那人所言。那人凡常见你论辩的姿态，真是像极当年的魏哥哥那傻子一般的认真面孔，不知哪来的自信。跟他相处的时光真的好令人怀念，不过如今我似乎也没有回头路了。诸葛宇啊，你往后行走江湖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个人，他对魏哥对你爹有着非常深刻的恨意，远远超乎你的想象。只要让他知道诸葛卫的儿子在江湖上行走，他肯定会不惜一切的对付你，置你于死地。他究竟是谁？我不知道，能确定的是他在组织中的地位极高。刘神，我爹之事不必再说了，我明白，去吧，我也该为我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。